Mr. Fo, 你以前在警队的。 现在考验你 DOJ， 一定有你的高见的。本身我哋呢份工作咧，就好似一盏残眼嘅明灯，将有罪嗰啲人定罪，还无辜者清白。 明知道佢犯，身有事，但冇证据，我都要放人噶，冇办法噶。一个唔判就会摧毁一个家庭。喂喂喂，你 friend 俾白个人打紧牌，你嚟帮手。 乜咪啊？打紧百几人啊！